那除了这个拉力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彩带之外，哑铃必备。对，然后因为这哑铃其实它是有点重量，它只是它做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他不知道它的角度对不对，有时候做久了会受伤。是，然后我先做个示范哈。好，然后你做的时候，我们身体先稍微往前骑，稍微往前骑。好，那我来帮你的背要打直，背要打直。对，背要打直，但是又要向前倾，稍微有点难度。哎呦，我觉得嘉威已经啊，不是膝盖还要微弯哦，嘉威哦。对对对，哇、哦、，OK OK。嘉威，然后我们手在扶在这边。啊，右手扶在，好。我在自己刚扶。好。那个，属膝部的地方。啊，属膝部的地方。好。手呢？左手。放下，自然垂下。OK。上来的时候，注意一下我的肘关节都在朝上。朝上哦 ，OK， 所以是要平行直接拉到左边。哦，嘉威今天忍不住了耶，嘉威实在是很开心。今天就是唱片公司送给嘉威的是，其实是教练吧，不是这个课程。好，大概教一下这样子，大概知道。对，一般我们就是做的，可能看第一每个人的一些肌力强度有变化，所以你可以先知道。好，示范一下。身体先挺胸，好，先挺胸，回到正面的位置啊、哦。对，这样夹紧。OK。稍微往前倾。稍微往前倾。好，膝盖微弯。OK， 好。手要垂下来。是。对，好拉的时候，轻轻拉哦，要打到教练。像这个时候，有时候可能就会受伤。对。对。因为他这个角度。对。哦，所以角度要再调整。对。然后再放下来。好，再慢慢轻放。对，然后再试。再用力。好，稍微往上拉。好，再慢慢往下。好，再一次。好，我们这个停下，这个看一下右手边好了。我们照这个角度啊，有没有看到这个教练呢？很热心的在指导。好，那我们教练跟着一起看到中间前方。这是一个求婚的 pose。求婚的 pose。好，在这就坐最左边这边左下方。好，再回到中间前方，中间前方的位置。好，右下方我们这边也是闪光灯闪不停。好，都拍到吗 ？OK， 好，那这样子的大概是做也是看个人啦。如果有手稍微酸的话，其实2公斤还蛮重的，这个对女生来讲是正常的吗？还是您把你平常的家伙都带来了？因为它其实这是比较轻，可是有最轻的可能有时候做你因为做多做太多一下也都没感觉，所以我们会拿重量。他刚刚还问我，你会觉得这个太重吗？然后跟他说，说开什么玩笑，我以前练3铁的耶。真的吗？所以这个还太轻了就对了。还 OK， 以前我会拿5公斤的铅球，都有抛铅球。但这个做，因为这个是要持续性，一直不断的做，所以他还是会感觉到那个重量。哇塞，看来教练以后要带这个更大的才能够这个让教练。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教练这么哇。非常精心的一个解说，希望能够加这个嘉威能够在家里的时候也好好的练习一下。好，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健身教练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唱片公司对你特别好的，对啊，特别挑选了一个这个超级帅气的健身教练。那当然，唱片公司除了要给你这个教练好好来指导，好好来为这个4月11号的音乐会做练习之外，其实啊，有很多女生就说啊，好像会那个早上起来会有水肿的问题。我不知道我们家会不会有碰到这个问题。对啊，肿成这样，明明就没有肿。那当然，其实如果碰到这个水肿的问题的话呢，很多人都说，哎，吃这个喝红豆水很有用。对。所以今天唱片公司呢也特别马上选送了这个红豆。哎呀，那我帮你拿下。好大。明明有3颗，但是先拿2颗就好吗？哇，今天是这个4月1号愚人节就对了。要看一下嘉威上这个红豆要如何的摆上最美的 pose 呢？好，从最右边开始。这是橄榄球吗？橄榄球吗？不是哦。它是真的红豆哦。橄榄球。好，我们在中间前方，每位这个摄影师都非常的有创意。好，左手边左下方。蟑螂蛋，好，中间是蟑螂蛋没哦，有点像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好，再往后退一些些啊，好，这个位置，好，这我拍到吗？好，中间前方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谢谢。